棍吗？你这个。我就买。张望弟弟。不是一个脸的。有没有刘诗诗的一部分？左边那个眼睛像刘诗诗。自己选菜，我选了那三个。我知道我已经选完了。我也选完了，它速度超快。香辣香肉拌饭，孜然香肉拌饭。我没有嘴哇，现在是早上的几点呢？7:15。7:15，我们现在已经化完妆，然后站在公车站等公车，因为我们要去一个，我们要去雍和宫。拜托，拜托，不要排队。跟着跑，他们全部都要用跑，然后我们两个用走的。为什么要用跑的？现在是早上几点了？看一下，9:09。9:09，然后现在我们刚全部人都在给我用跑的，真的不。然后我们现在排到蛮后，没有到很后面啦，在中间。我只是想要人超多，超可怕。对，我们刚应急。很长就好了。我们现在在雍和宫旁边有一家叫什么马山羊肉片的店，吃的是羊肉炒泡面、炒方便面。我是吃麻辣宽粉跟一个我忘记了，对，洋芋格格，洋芋格。我刚一开始看以为手扶梯，结果不是。我们这样。考卷还有。我们现在在智慧食堂，好，你可以扫了。一。好。
这杯等了二三十分钟，今天超级多人，因为都只要9.9块，所以我的煎饼果子已经软掉了。没关系，希望它会很好喝。它是叫零卡糖草莓燕麦拿铁。我现在又要来拆快递了，还有，先来拆一个最小的，制冰块的，就是制冰盒，超级便宜。我好像不知道用了什么优惠，所以这个完全是零元。一件长裙，敢穿长裙，因为自己小腿太粗，反正就是一个牛仔开叉的裙子，希望我穿起来腿不会太粗。哇，他还送了一个梳子，我刚好没有带梳子来北京，所以非常的刚好，但是它看起来十分脆弱。我买的是应该是吉隆咖啡吧，算吉隆咖啡，买了三盒，总共有120杯，然后他还有送一个勺子，好可爱哦，花的形状，还有送一个杯子，超级好看，而且很便宜，希望它不会太难喝。今天要来吃的餐厅，吃我，吃我啊！狮子男，对啊。
小条啊？代购了，这个吗？哦，上面有写了。要开吗？啊？这个非常。这看得很。18号我们自己办。18号自己办。我们线下。又要来拆快递。晚上的11:20几分，对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夜场，我们还要骑脚踏车去，但是我现在超想睡觉的，我觉得我等一下在那里睡，然后说晚安，晚安，然后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叫什么空气污染指数，空气污染指数是500，重度污染，对啊，我们要。风吹的路好长，一门喜欢。